很多人咧就问师傅，究竟法门版生命教育系乜嘢噶？系啊，点样将佛法咧透入我哋日常生活咧？呢个好重要嘅吓，我哋唔系喺佛堂喺一件咩事之下先系做好自己。其实每一时每一刻，我哋同样系要做同样嘅嘢，系咪？系啊，呢一个生命教育咧，今次啊，我哋拣咗《法华经》嘅七个譬喻。我自己都很喜欢的，在这个暗路明灯里面，我们会不但只是中这七部的譬如啦，甚至呢我们都会去讲解的，只是要去讲解，还要是透过活动去掌握它，去理解它。杨师傅发起透过这个法门版的生命教育呢，我们可以在佛法当中去找到方法。现在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遇到一些问题的，佛陀说得这么好，佛菩萨都这么多方法了，为什么总是我们烦烦恼恼行不到出来的呢？不要紧，我们慢慢来，从经中我们去掌握，看看佛菩萨今次这个譬喻怎样可以从中呢讲一些故事，然后我们找一些方法呢，可以慢慢行出我们自己人生的路。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南无华严海会佛菩萨，莲花经简